去请老太太下来，说香蜡都点好了。啊、哦！哎呀，闯了祸了！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吗？老太太今天过生日，叫你小心点儿，别砸碎东西。少奶奶，不知怎么的，手一滑，得了，别说了，赶快捡起来吧。哦。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啊！哎，哟。我的手破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不要紧的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我房里有红药水，抽屉里也有纱布，你把它包起来吧。哦，老太太，刚才摔了什么东西？嗯，刚才是啊，不是我们家，是弄堂里的小孩皮皮球把对门的玻璃窗给砸了。嗯，现在的小孩子简直就是一群小强盗，我就看不惯。少奶奶，赶明儿你要是有了孩子，可别像他们那样没管教。妹妹呢？她在楼上呢。妹妹不是说妈过生日，她要请妈去看绍兴戏。哼，今天有客人要来打牌，我想改天再去看了。哎，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？让我来看看报纸。不戴眼镜看不清楚。妈，您甭插广告，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。祥林嫂？没听说过吗？哎，听说是一出新戏，挺苦的。啊，苦戏？越苦越好，我就爱看苦戏呢。张妈，你手怎么了？我手啊，她手上渗湿气，我给她擦了点药，包上了。哎啊，妈，我给您拜寿了。哎，慢着，我自己还没磕头呢，让我沉沉心心的磕两个头，明年也抱个孙子。这是谁干的？张妈，是你吗？是我，老太太。那么刚才哗啦啦一响，就是这个？是的。少奶奶，你刚才还跟我说是对门的玻璃窗呢。张妈，你来了这些个日子，给你砸碎了多少东西了？难道我们不是花钱买的？张妈，以后做事情小心点儿，听见吗？少奶奶，这种人是贱骨头，不能对他客气。老太太，您还是另外找人吧，这的事情我也干不了。啊，我才说了你一句，你就不干了？
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，人家的佣人事情没我多，可钱倒比我多了。张妈，你要是嫌工钱少，也得好好说呀。少奶奶，我们凭什么加他工钱呢？他吃的用的哪样不是我们的？老太太，难道我们当下人的还得吃自己的吗？得了得了，不许你再说了，快把这个破碗拿出去吧。你走就走得了，什么稀罕呢？但挑今天来拿巧。妈犯不着跟他生气，待会儿我来骂他。嫂嫂，嫂嫂，干嘛？你来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嫂嫂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呢。哦，刚才我跟妈拜寿，她给了我50000块钱，我想去给她买点吃的，你看我买什么好呢？哎，就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。哦，妈，少奶奶，这是志勤干妈送的，我想不好意思全收下吧。要么就收下一样，把火腿退了吧。嗯，那你看给多少赏钱呢？妈瞧着办吧。嗨，我老了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了，我糊里糊涂的，回头给少了给人家骂。一盒橘子一盒苹果恐怕也好些钱呢，我看给20000块钱也差不多了。这两样水果我全不爱吃，我最喜欢吃菠萝蜜了。哦，你最喜欢吃菠萝蜜。哦，少奶奶，志远有名片吗？有的，在我房里，我去拿去。嗯，你要出去？哎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张妈，你去把这名片交给老太太。哦，张妈，你来。张妈，你以后不要跟老太太啰嗦了。你事情多，我明白，你好好的做。我少奶奶，不是我说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，就属我们当佣人的最不值钱了。张妈，以后老太太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，我另外每个月再贴你点钱就是了。那这是50000块钱，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啊。哎，谢谢少奶奶，您真是个明白人。回头你去跟老太太赔个不是，知道吗？是，去吧。喂，咦，你不是弟弟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的声音我怎么听不出呢？你到台湾去才不到2年呢。大姐，你结婚我没赶上吃喜酒，我还没看见过姐夫呢。我现在就来看你好不好？哎，你等一等啊。今天她婆婆过生日，你正好去拜寿啊。嗯。啊，哦，妈在跟我说话，她叫我给你们老太太来拜寿，那么待会儿见。哎，我问你呀，你是坐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？飞机呀。那大概没能带什么东西吧？不是别的，因为我想你第一次来，要么这样吧，你去到土产公司去看看有什么台湾的特产，买一点算是从台湾带来的。最好是菠萝蜜。菠萝蜜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啊，妈，大姐问您去不去？我不想去了。喂，妈说她不来了。啊，她问爸爸去不去？那你自个儿去问问她吧。啊，喂，你等一等啊。爸爸。来，啊，来，啊！大姐问您今天到她那儿去不去？她婆婆过生日。啊，不去。哦，啊，你去吧。
喂，思珍呐，你爸爸也不来了，啊，你替我们说一声吧。好，再见啊。妈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到他们家可别乱说话呀，他婆婆挺厉害的。我知道啊，妈，您还当我是小孩吗？哎，你们这儿有新鲜菠萝蜜吗？有。再大一点的有没有啊？我们都卖完了，就剩下这几个了，买不着呢。那么这几个我都要了。好。哎，我也要菠萝蜜。对不起，菠萝蜜已经卖完了。啊？你能不能让两给我？你就少买两个有什么要紧呢？我是特为跑来买的。我也是特为跑来买的，我这是送礼的，少了吗不好看。你这人真不讲道理。啊，我不讲道理，我买的东西凭什么要让给你呢？哼。弟弟，你来了。大姐。妈，这是我弟弟，今天刚从台湾回来的。伯母，我给您拜寿。哎呀，别客气。我跟你介绍啊，这位是杨太太。杨太太。这位是杨律师。杨律师。杨律师是你姐夫的好朋友。啊，请坐。这儿有一点土产，从台湾带来的。哟，飞机上还能带东西啊？是什么？菠萝蜜啊。不知道伯母喜欢吃不喜欢吃啊？哎呀，巧极了，我正想吃菠萝蜜呢。我要知道伯母喜欢吃啊，我就多带几个来了。哎，够了。少奶奶，我说你还是让舅少爷到你房里去坐坐吧，也许你们姐儿俩有很多话要说呢。杨律师，真对不起，志远也真太糊涂了。他约了你们到这儿来打牌啊，自己到现在还不回来。不要紧的，我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。要不我们把牌桌先搭起来再说吧。好的。杨先生，杨太太。妈，气死我了，跑了好几家也买不着菠萝蜜。得了，别生气了，这不是菠萝蜜吗？这是你嫂嫂的弟弟从台湾才带来的。哼，早知道有人送也省得我跑出去了。他在楼上跟你嫂嫂说话呢。哦，你上去见见他。好的。大姐，你比以前瘦多了，你看照片上倒还好一点呢。哦，我自己都不觉得。姐夫现在在哪儿做事情啊？在一家银行里。哎，银行里的事情啊最没意思。他也老想改行，他倒是有许多计划，就可惜没钱。哦，妹妹你回来了，我跟你介绍，这是我弟弟刚从台湾回来的。啊，是你？怎么你们认识的？嗯，刚才我碰见他在那儿买菠萝蜜。啊。刚才真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少奶奶，哎，你把牌拿给我。好的，我来拿。舅少爷，您请坐呀。伯母，您请坐。这次您一路辛苦了吧？没，坐飞机倒还好，一会儿啊就到了。现在坐飞机不是挺危险的吗？哎呀，这次啊倒真险呐，已经快到了上海了，满天的大雾，绕了好几个圈子啊，没办法下来，气缸里的油啊也都快用完了，大家都很紧张啊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可吓死人了。后来怎么样呢？那个时候大家哭的哭，嚷的嚷，简直乱极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呢倒还镇静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怕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我想要是真的掉下来，在一秒钟之内结束我的生命，哎，不是挺悲壮的吗？啊，你真勇敢，你真伟大。哟，
瞧，我净顾着说话了，把楼底下客人都给忘了。啊，少奶奶，回头志远再不来，你就替他打吧。啊。大姐，你几时学会打牌的？我结了婚才学会的。我知道嫂嫂顶不喜欢打牌，可是有时候客人来了，不能不陪着打，也是件苦差事。她从前最喜欢听音乐，现在你还听不听了？我哪有功夫呀，我现在就希望有个无线电，能听听唱片就很满足了。少奶奶，老太太请你们下去吃面。我们下去吧。姐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？哎，就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顾少爷啊，老爷一会儿就下来了。啊、哦，岳父啊，你怎么来的？你们老太太生日，我因为有事没能去。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嗯啊，嗯。思睿从台湾回来了，我已经叫他去拜寿了。哦，思睿已经回来了啊，今天刚到。嗯，我今天特地到您这儿来，是想跟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计划。计划？哎，你怎么老有这么些个计划？你在银行里干的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在银行里一天到晚点钞票，可是点来点去全是人家的钞票，这样干下去太没有前途了呀。前途？志远，不是我说你，一个年轻人不好好的做事，专门胡思乱想的，还有什么前途啊？嗯，我劝你呀、啊、以后还是安分守己的，别净出什么新花样啊。啊，喂，陈公馆，啊，找我们老爷说话，问他姓什么？喂，您贵姓啊？啊哦，他姓林。啊，姓林的，又是来借钱的，告诉他不在家。喂，我们老爷出去了。哎哎，哦。志远呐，我也不留你多坐了，今天你们老太太生日，家里一定许多客人。你得回去招待招待。嗯，可是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，无论如何请您把我的计划考虑一下。我们现在想办一个企业公司。企业公司啊？嗯，专门做进出口的生意，一切都很有把握了，不知道您肯不肯帮忙。帮忙？做生意怎么能叫别人帮忙呢？那一个人呐，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。你想办企业公司啊？好啊，可是现在问问你自己，你有金条吗？你有美金吗？啊，老爷，朱老爷来了。啊啊，云老。你这么个盲人，这么有功夫来的。走走走走走。啊，今天好热呀。啊，热极了，热极了。我刚才到你府上去过了。哦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这两天手里的款子太多了，不知道你用得着吗？我想放一部分给你呀。哎，现在银根太松，我也是的，许多款子紧这儿放不出去。无论如何帮帮忙嘞，你多少用我一点了。岳父啊，我走了啊。啊，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客人都已经走了。看你醉的这个样子，在哪儿喝的？我问你呀，你跟谁一块儿喝的？嗯，我一个人喝的。一个人？嗯，刚才我找你爸爸去了，他不肯帮忙倒也罢了，还把我教训了一大顿。
他问我有多少金条，有多少美金，啊，我要是有金条有美金，我找他干嘛呀？我爸爸就是这个脾气，我们慢慢的想办法好了。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别着急啊，我自然有办法。你别以为你是他的女儿，他才不讲情面呢，他就知道钱。好了好了，别发牢骚了。思珍呢，把香烟给我拿来。你头上怎么了？刚才喝完了酒没留神撞了一下。疼吗？嗯。别动别动，我给你擦点红药水就好了。思珍呐，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待我好。什么话呀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我弟弟从台湾回来了。我知道。他今天跟妹妹说了好多话，他们俩人都好像很有意思。这不成，我反对。你反对？那你爸爸看不起我们穷人，我们何必再高攀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今天牢骚那么许多。哎，亲戚没用，还是朋友好。朋友好？嗯。可是你自己也太不够朋友了。今天约了杨律师、杨太太来打牌，你自己跑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完全忘了，明天我就给他道歉。哎，老杨。喂。哎，老周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老唐，怎么好久不见了？老杨，昨天真对不起啊。昨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们打了八圈牌，你还没有回家。哎，别提了。啊，老周，进来怎么样啊？还好，还好。老周啊，现在可发了财了，常在上海、香港之间飞来飞去的。哦，哎，老同学之中，恐怕要算我最没出息了啊。老唐啊，你要不要跟我到香港去跑一趟啊？也许啊，就有什么机会。哦，他请客，不然呢，我也想去玩一次了。可是我这儿实在太忙，走不开。说走啊，咱们就走。今儿下午啊，就有一班飞机。啊、哦。不过，老唐，你银行里能请假吗？请假倒是没什么问题。可是，哎，你别再多考虑了，你赶快回家收拾行李吧。搁一个钟头啊，我在飞机场等你。好吧。思珍，思珍，哎，我在楼下呢。哦，思珍，我立刻要上飞机到香港去。香港去？哎，有什么事情？有一个朋友约我一块儿去，也许有机会能做笔生意。哦，你赶快给我收拾收拾行李，好吧？啊，妈。哎，我马上要到香港去。香港？怎么去呀？坐飞机还是坐船？坐船。来，坐船，坐船。还是坐船好，飞机太危险了。哎，船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海风。哎哎，海风，海风。海风。哎，什么时候开船呢？哦，就要开了。思珍，你快去给我收拾行李，越简单越好。哎。回头我送你上船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去打个电话叫部汽车来。哎，志远，你从来没出过门，在外边你要特别当心呢。哎，我知道。妈，哥哥，哦，志远，大概你们还没见过，他就是思珍的弟弟。哦，姐夫，昨天我来啊，你没在家。哦，你们到哪儿去的？我们在游水。他教我的。你哥哥今天要到香港去了。哦，坐船啊还坐飞机？坐船。坐船顶受罪，又慢慢又不舒服。哎，
舅少爷，性命可不是玩的。哎，生死有命啊，坐船呢也一样有危险，是不是啊？那总比坐飞机妥当。你以后再也别坐飞机了。好吧。哎，汽车已经叫好了。哎，好的，那我们到路那口去等吧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姐夫，我送你上船吧。不用了，再见吧。再见。你弟弟跟我妹妹那种亲热的样子，我实在看不惯。你又要多管闲事了。哼。哎，志远。嗯。你来看，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那个别针，你看镶得真好。等我有了钱，我就买了送给你。不过这种东西到底没有什么用处，这样有钱还不如买个无线电呢。哈，你就一天到晚忘不了你的无线电。哎，车来了。啊。妹妹说话，等一等啊，妹妹，妹妹电话，他就来了啊。喂，你这么一大清早就打电话给他呀？啊？哦，喂，我就是啊。啊？哦，你等一等，他叫我上你们家去，回头到家湾去野餐，你也一块去好不好？他也没请我。喂，嫂嫂不来我也不来了啊。你等一等。喂，大姐，他怕难为情，你不来他就不肯来，你就做做好事吧，我的好姐姐。少肉麻，我来就是了。哎呀，还不能告诉妈呢，因为这次他过生日，你们老太太老太爷都没来，他有点不高兴。好的，那么你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，免得他疑心。也好，可是你一定得来啊。说了来一定来的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早又上哪儿去啊？到一个同学家里去。吃点稀饭再去吧。不，我不吃了。妹妹，上哪儿去啊？到一个同学家里去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妈，志晴这孩子越来越野了，天天一早就出去，到老晚的才回来。学校里放暑假本来是让他们玩的呀。哼。志远出了门，我真不放心。他那么大的人了，您还替他担什么心呢？昨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觉。少奶奶，志远做的
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啊？嗯，哦，叫海风。海风？是啊，昨天我还到船上去看过的。到香港去的人可真多，乱七八糟的全挤满了。现在出门可真不容易。哎，妈，您怎么了？妈，妈，妈，您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哼，看看。妈，不是的，他不是坐这条船去的。哼，你别骗我了，他不坐这条船，坐哪条船呢？他不是坐船去的，他是坐飞机去的。啊，一会儿又变飞机了。我是怕妈不放心，所以才扯了个谎，说是坐船去的。其实我是亲眼看他坐飞机去的呀。哼，你当我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，凭你这两句话我就会相信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的孩子。我干嘛骗您的吗？其实他真是不在这条船上呀。那你刚才不是说你亲眼看见那船上乱七八糟的吗？还挤满了人，所以才出这个乱子啊。哎呦，我的心口疼死我。妈，张妈，曹奶奶，妈，您还是到楼上去歇一会儿吧。张妈，你扶老太太上去。哎呦，你们这姓唐吗？啊，电报。妈，志远已经到香港了。哦，这是他的电报。哦，我念给您听啊。安迪港三日后返身，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。哎呀，谁知道你们在捣什么鬼呀？这电报又不会是假的喽。哼，志远这条性命总算是保全了，可是我这条老命差点给你送掉。妈别生气，以后我再也不扯谎了。反正我这老太婆也给你们耍够了。妈，我想出去买点东西，您要吃什么我跟您带回来。你去吧，我不想吃什么。啊，大姐怎么还不来？我们不等她了，走吧。那不好，刚才我们一定要他来，一会儿又不等他了，这算什么呢？我是怕你等得不耐烦了呀。没关系。有什么小说没有？没有，我爸爸看的书啊，都是我们不要看的。哎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爸爸从前的照片啊。爱兰始祖小隐，他为什么叫爱兰始祖呢？因为啊，他从前爱过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的名字嘛叫兰，后来他死了，我爸爸老想念他，就提这个名字。哦，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哀感婉言的故事啊。嗯，你别看我爸爸现在这个模样，他从前呢也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呢。哎，嫂嫂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我本来早就要来的，妈忽然的有点不舒服了。啊，妈怎么了？你别着急呀，她现在已经好了呀。走吧走吧，时候不早了呀。你们两个人去吧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我不想去了。那你又何必来呢？我是特为来关照你们，我不去的呀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弟弟，爸爸在家吗？在楼上，你有事找他吗？没什么事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爸爸，你下来了。啊，思瑞呢？他们已经走了。啊、
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儿去呢？嘿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呢。嗯，我们老太太有点不舒服。啊，哪儿不舒服啊？老毛病发了，胃气疼。嗯，爸爸。嗯，我们老太太呀、啊、也真古怪。啊，刚才她病了，一会儿慌觉得她要死了。嗯，心里一着急呀、啊、就把保管箱的钥匙交给我了。哦，她告诉我保管箱里有180条金条。180条啊？还有美金。美金？还有股票。股票？是美呀还是沙场啊？我也不大清楚。啊，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里有这么些钱。啊，爸爸，你想这位老太太也太精明了，平常一个子儿都不放松，志远在银行里又挣不了几个钱，要我来当这份家，就不知道受了多少罪。哎，你哭什么呢？后来那个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头吗？哦，他也给拿回去了。啊啊，那也不要紧的，将来这份家产还不全是志远的嘛。孩子，你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。爸爸倒说得好听，现在没钱怎么过呀？把志远都逼死了才跑到香港去想办法。他到香港去干嘛？他最近有一个计划。计划？什么计划？他没告诉过您啊？嗯，没有啊。嗯，听说要办一个什么企业公司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叫他赶快回来吧。啊，他要缺点什么本钱呢，你爸爸总可以替他想办法的。爸爸。嗯，你真的肯帮他的忙？那还不全是为了你吗？嗯，再说志远这孩子少年老成，嗯，挺有这个这个对了，前途挺有前途的。嗯，他几时回来呀？他在香港待3天就要回来的。啊，你叫他一下飞机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啊。哎，又赚了一大票，他就带个女人回来了。哦，男人一发财就知道玩女人，我最反对了，可惜我也发不了财。你别灰心呀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爸爸跟我说你那个计划他已经考虑过了，他觉得很好，他叫你一回来马上就去看他。怎么，他又愿意帮忙了？嗯，他还称赞你说你有志气，将来一定会成功的。哦，你把箱子交给我，你现在马上到我爸爸那儿去一次吧。哦，黄包车，黄包车，思珍，你看着这个别针还在这儿呢，我要是发了财呀，我一定买了送给你们。别废话了，走吧。啊，志远，你回来了。我一下飞机就来了呀。啊，哎，志远呐，你上次说的那个计划很有道理，来，我们商量商量。您不是说没有什么把握吗？哎，你大概误会我的意思了呀。上一次啊，是我故意的试试你，看你灰心不灰心。哦，嗯。
你并不灰心，反倒一个人跑到香港去想办法，可见你非常有志气。你老人家要是能帮忙那就太好了。什么帮忙呀，你是我的女婿呀，那你的事业我还能不关心吗？啊，嗯，来来来，咱们俩人算一算，大概一共要多少资本，要用多少职员，多少开班费。哎啊，是你叫我吧，思珍，你来看呐。那我把你的无线电替你买来了。哎呀，你真的买了？哎，我知道你的脾气呀，给你钱你也舍不得买的，所以我就替你买了。这个真好，可是太讲究了。哎，要买就买好的呀。少爷啊，有客人来了。哦，等我去看看是谁呀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待会儿我还有一样好东西给你。一块去喝茶去。嗯，不了，我今天不想去了，我特地跑这儿来找你的。嗯，你非去不可。哎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玲玲你好啊。好，你们怎么到这会儿才来呀？我叫他来他还不肯来呢。唐先生，你别假正经了，我给你做一个媒不好吗？做媒？什么话？人呢？去打电话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可真热啊。我看是你心里在发热吧。别开玩笑了。哟，谁在用我的扇子呀？老唐。哎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施咪咪小姐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坐吧。咪咪，你电话打通了吗？嗯，气死了，大光明的票子都卖完了。美琪的片子也不错呀，我和老周昨天去看的。那你们都看过了，叫我一个人去我可不高兴。哎，老唐啊，你陪他去。我从来不看电影。哦，不过施小姐要去嘛，我当然应该奉陪了。咪咪，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啊。老周，我们再不走公司要关门了。琳琳要我陪她去买点东西。哎，好啊，那么你们就先走吧。哟，我才给你们介绍了还不到五分钟你就讨厌我们了。看看看，又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识相点走吧。再见啊。现在看电影还早吧？嗯，我们还可以坐会儿呢。
咖啡。施小姐常看电影吗？我最喜欢看，可是也最怕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看见苦戏，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的。哦，唐先生，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，要是拍成电影，谁看了都会哭的。真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已经遭遇过许多不幸的事情。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吧？哎，不不不不，你太好了。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世讲一点给我听听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。那当然了，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。你回来了。刚才你说还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啊？我本来要给你买那个别针的。那谁知道现在已经卖了。哦，哎，真可惜，老是想买吧没钱买，现在能买了又没有了，哼，真气人。思珍呐，你把那香烟给我拿来。听说美琪的那个电影好极了，你几时有空陪我去看看？你不是知道我向来不爱看电影的吗？你就陪我去一次不行吗？叫妹妹陪你去看好了。她看过了。那你就自己去看吧。啊，你坐在那边去好吧，啊，叫人家看见太不雅观了。嗯，我喜欢坐在这儿嘛。那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什么尊严呢？姐夫，哥哥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就要回家？我们想搭你的汽车。哎呀，等会儿我还要到旁的地方去。那么无线电放在你的汽车上带回去啊，方便点啊。怎么已经修好了？嗯，是我给大姐拿回来的。好好，哥哥，我们回去了。这种倒是最新式的啊，我那个已经过时了。那你要是喜欢，我另外给你买一个。另外买一个？哎，哦，你是怕我把这个拿走啊？哼，我才不要你们家的东西呢。那你就拿去好了，那反正你那会儿还不是跟我自个儿家里一样的。你这些话全是骗我的，我现在知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真心。哎，咪咪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咪咪，咪咪，哎，老唐，
哎，老杨，老杨，我正有事找你。啊。哎，好好好好。有一个朋友托我给他订一点货，不知道你们的手续怎么样办？哦，我叫我们的副经理跟你接洽好了啊。来，去请薛副经理来。哎呀，我近来实在是太忙了，有许多事情都交给我们的副经理办。你太忙，真的，我是要找你算账啊。你娶姨太太都不让老朋友知道。嗨，什么姨太太呀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。老唐 啊，不是我说，你家里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太太，为什么还在外边找一个呢？哎，人呢就是这点贱脾气，太太再漂亮点也没有外头的好。啊。这位是杨先生，这位是薛副经理。杨先生。那么你们二位多谈谈吧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是是是是。哎，回头啊，保险箱里那张单子你把它拿出来啊。是是是。那钥匙啊。是是是是。明儿见啊，老杨。杨先生请坐。我有一个朋友想在你们这儿订一点货。行行，杨先生要是有什么交易请尽管吩咐好了。这么早啊。啊，你看我把无线电也带了来了。谁稀罕呢？爷，这是谁呀？哦，这是我哥哥，刚从乡下出来，火车里累了在打瞌睡呢。哦，哥哥，这位就是唐先生。哦，唐先生。那请坐吧。不客气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妹妹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那差十分五点。啊，唐先生这个表很漂亮，哪儿买的？哦哦，这是我父亲从前买来送给我的。哦，再见再见。啊，再见再见。咪咪，你还在生气呀？你看你一走，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，我马上赶了来。你这个人呐，就是这点贱脾气，要不跟你生气，也许你还不来呢。那这么说，你还是要我来的喽？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。不，晚上我还得回去，那白天让我多陪你一会儿，不是一样吗？算了吧，啊，干脆早点回去陪太太。既然这样怕太太，为什么又要跟我好呢？哎，咪咪咪咪，哎，我并不是怕他，我是怕麻烦就是。还是不怕他呢？那么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？那又何必告诉他呢？我可不愿意这么偷偷摸摸的，我要跟你正式结婚，你跟他离婚。哎，咪咪，你为什么一定叫我为难呢？那像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？他一点都不疑心。啊，一点都不疑心。哎，那这样你的太太也实在太糊涂了。Thank you.
思珍呐，你还没睡啊？嗯，我不困。哎呀，我可是困极了，陪了老周他们打了16圈麻将。哎呀，志远，你别忘了明天早点回来。嗯，我爸爸请我们吃饭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他新雇了一个厨子，非常得意，要我们去试试那新厨子的菜。哦，你把香烟给我。少爷，洗澡吧。哎。张妈，你等一会儿。哦。志远，那你的衣服，你把换下来的给我吧。少奶奶，这手绢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，我自己洗好老爷，老爷，爸爸，啊，时候不早了，该上菜了吧？啊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志远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思珍，你跟他说来着吗？我跟他说的，不过他公司里事情忙，也许要晚一点来。哦，那他也太辛苦了。是啊。他忙得连人都瘦了。嫂嫂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我不能不告诉你，哥哥在外头一定有了女人了。思珍，这是真的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妹妹，你到哪听来这些话？你哥哥是个老实人，他别的我不敢保，这一点可以放心的。哎呀，你糊涂，我亲眼看见的吗？啊，你亲眼看见的，这太岂有此理了。哎，我也看见的，昨天我们到的公司里头去看那个妖形怪状的女人呢，跟姐夫亲热得不得了。哦，她敢这样欺负我女儿啊，这还了得呀。啊，思珍，你也太糊涂了，她在外边这么胡闹，你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知道啊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早知道了。哦，不过我想不要说破了，这样他还有点拘束，闹穿了他索性来一个光明正大，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想我还是假装不知道，慢慢的他也许会回心转意的。等男人回心转意，这哪成啊。你爸爸从前有小公馆的时候啊，要不是我带人去闹了一场，把那个女人赶走了，到今儿个呀他也未必回心转意呢。这那你疯了呀？你怎么到今天还提这个？哼，思珍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自个儿又不肯去吵，我们得替他出出气呀。对了，你去把志远抓回来，他看见你倒还有点怕的。他不怕我，
他怕谁呀？就不知道那个女的住在哪儿啊？哎，问问那个汽车夫，他一定知道。啊，我马上就去，我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。玲玲，嗯，老周这两天不在上海，你一定觉得挺寂寞的吧？算了吧，我跟他的缘分已经满了。嗯，满了。你瞧着吧，他这一次从香港回来，一定又会带着别的女人回来了。哦，那么你给玲玲介绍一个朋友得了吗？你找谁呀？找唐志远呐。我们这儿不姓唐啊。哼，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的？你是谁呀？我是志远的老丈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志远。岳父，这就是你的小公馆呐？什么叫小公馆？这是我的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志远，跟我回家。你敢拉他走？一个女人没有本事管丈夫，要你做老子的出来管什么闲事？哎，妹妹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别生气呀。哎，你这位先生，好好的坐下说吧。哎，坐下说不是一样的吗？志远，你还是听我的话回去吧，你听我老年人的话没有错的。老年人，看你那么倚老卖老的，你能有多大年纪呀？嗯，你看我有多大年纪呢？顶多40。别开玩笑了吧，我20年前就40了呀。嗯，你别骗我了。嗯，不过我向来喜欢年纪大一点的人。啊，年轻的人没有一个可靠的。哦，嗯嗯嗯。那岳母要是知道，她一定要骂我了。她敢管我的事啊？我最反对太太吃醋了。啊？嗯。嗯。那思珍知道您上这儿来吗？啊？思珍呐？啊，我得打个电话回去，得安慰安慰她。哎。啊。啊。哎，啊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思珍吧，哎，思珍呐，我已经找到志远了，嗯，我教训了他一顿，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荒唐啊？怎么一见着女人就给迷住了？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那他完全认错了，嗯，你听着啊，我骂他，志远，哎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荒唐了，听见了吗？啊，爸爸，你就算了吧，他是个老实人，可是也有一股子牛脾气，你骂得他太凶了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啊，你能这样原谅他那就好极了。嗯，回头我回去跟你赔罪啊。啊，嗯，回去说两句好话就完了。要在外边玩嘛，自己的太太面前也得敷衍敷衍，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。嗯，哼，嗯，思珍，思珍，你不要生气了吧？啊，我真对不起你，刚才我听了你爸爸对我的教训，我完全觉悟了。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绝不再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了。你不去，她不会来找你吗？哎，不会的。刚才你爸爸在那儿完全说清楚了呀。那个房子喽、家具什么的都给了她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跟她一刀两断。一刀两断。嗯。志远。嗯。我总觉得你近来有点变。哎，谁说我变了？喂，是啊，啊，请你等一等啊，一位姓王的，他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了。
姓王的。哦，王建章，一定又是来借钱的。你告诉他我不在家。喂，唐先还没回来呢。哎，不要你哦，不要你哦，你真是个坏东西呀、哦！你穿上西装更显得年轻了。哎呀，我好几十年不穿西装了，怪别扭的。咪咪，志远不在这儿。我们不找志远，我们是来找你的呀。我啊，是啊，他想约你一块跳舞去。咪咪，我现在学会了那个康 ，no 康，嗯，康的，那就是那个，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志远公司里出了事了。志远公司里出了事了。志远公司里出了事了。哎，出了什么事了？那那你看，茂源企业公司突然倒闭。副经理侵吞巨款，潜逃无踪，各债权人已依法提起诉讼。哎呀，这还得了吗？这全是我的钱呢，志远他拿什么还我呀？的、嗯，唐志远这个人呢，算是完了，亏空了那么许多。这都得怪志远太荒唐的了呀，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的。所以我说年轻人不可靠啊。去你的吧，我得找志远去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去你的。玲玲，你让他走吧。他们这家子啊，我看了就不顺眼。你们少爷呢？少爷还没回来呢。少奶奶呢？少奶奶出去买东西了。那么老太太呢？哟，亲家老爷您好啊。嗯，好，亲家太太，你该知道吧，志远公司里出了事情了。是啊，把志远都急死了。他人呢？我到公司里去找他，不在啊。他恐怕到律师那儿去了吧。志远这孩子也太混蛋了，公司的事情他从来就不管，一天到晚就知道陪着姨太太玩。姨太太？怎么你还不知道啊？他们的小公馆就离这儿不远呢。啊，你去过吗？我去，我当然去过了，我是去教训他的，我叫他不要这样胡闹啊！你看，还是出这么大乱子。亲家老爷，就算志远在外头有了姨太太，这也不能怪他呀。谁叫你们小姐自己肚子不争气呀？得得得，亲家太太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不过咱们先不谈这个，我今天来是跟志远算账来的。算账？嗯，坐下谈。我借钱给志远开公司的，那么现在公司倒了，我得把钱要回来呀。哎，志远是你女婿，他正在为难的时候，你这做老丈人呢，不能逼着你女婿呀。女婿啊？啊，什么女婿吧？我这些钱不是冲着女婿的面子拿出来的，我是冲着你亲家太太拿出来的。啊，我？啊，就我几时问你借过什么钱呢？你是没借呀，你有的是金条，还用着跟我借吗？金条啊！我哪来什么金条啊！得了，你别装穷了呀，
你只要拿出一部分来，就够给志远还债的了。亲家老爷，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。哎，你还要我说呀？那一天啊，你病了啊，啊，儿子上香港去了啊，你怕你自己要死了啊，你才想着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媳妇儿，你告诉她你有180条金条，我女儿全告诉我了呀。你今儿怎么发了疯了？好好的来咒我死？这我哪来什么180条金条啊？没有啊，难道思珍她骗我吗？是啊，你女儿啊能干着呢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骗人骗人。这女儿是我的女儿啊，可是她嫁到你们家里来了，那就是你们家的人了，现在她帮着你们来骗我老子的钱，你们这一家子全是骗子。亏你还说得出口，你不问问你自己怎么会养出这种下流的女儿啊？我女儿下流啊？你去管管你自己的女儿吧，叫她别狐狸精似的迷着我的儿子了。放屁，是你儿子自己找上门来的。哼，油头滑脑的，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啊。好啊，爸爸。思珍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骗我说这个老太婆她有180条金条啊？啊，我少奶奶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跟这个老混蛋说我病得快死了？思珍，你看着点你弟弟，我不准到这儿来看你的小姑子，那个小妖怪。哼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那宝贝兄弟再上我们这儿来，他要是来了我就把他给轰出去。唉，算我倒霉，跟你们这群女人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还是找志远去吧。唉，哦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咒我死啊？哼，我这会儿也没工夫跟你算这个账，上楼去叫志晴下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妈，您去叫他下来。啊、哦、妹妹怎么了？刚才我听见妈跟陈老伯大闹，妈气急了，说以后再不许我们见面了。你别哭吧，嫂嫂，只有你能够帮我们的忙。我一定帮忙。哦，妈叫你下去呢，她要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得了，我们慢慢的再想办法。去吧啊。回来了，杨女士碰见了没有？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妈告诉我，刚才你爸爸来过了。啊。啊。是你跟你爸爸说的，说我们家里藏着金条，还装穷。嗯，哪儿啊？我跟爸爸说有金条，也是为了叫爸爸放心借钱给你。哦。哈，怪不得呢，我说怎么老头忽然肯借钱给我了，我真没想到。还说呢，都是你，要不是借了他这晦气的钱，我能倒这么大的霉？这下子公司也倒了，都是你害的我们。你们这家子好，老子势利，女儿就会说谎，我跟你离婚。我是说谎，可是我说谎也是为你好呀，想不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。你要离婚就离婚好了。啊，还哭呢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少爷，杨律师来了。哎，老唐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不在家。哎，糟透了，我们那个副经理逃走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报了警察局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。你应该先报告警察局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好。姐夫，杨先生。哦，
杨先生，您的事务所在哪儿？我也许啊有点事情要找您。哦，张妈，你们小姐在楼上吗？你请她下来啊。哎。志勤，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，现在啊不能不说了。志勤，我希望你能做我的终身伴侣。志勤，你肯不肯嫁给我？志勤，你快点走吧，我妈在楼上呢，一会儿她看见你，她会把你轰出去的。我有一句话说了就走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跟我妈闹翻了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，既然他们都反对嘛，我想我们只好瞒着他们，反正我们两个人都成年了，就秘密结婚，找一个律师证明。秘密结婚？那不大好吧？不过就是委屈你了。委屈？倒没什么。那你肯答应我了吗？我。哦，大姐。哦，你们在谈话呢，我不打搅你们了。哎，嫂子。你别走，我们正想找你说话呢。哦。你来替我们决定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刚才他跟我说，他想，哎，还是你先说吧。你说好了呀。啊，你说。我刚才跟他说，我想啊。张妈，妈恐怕要下楼来了，你赶快躲一下吧，待会儿碰见了不大好。对了，你还是先走吧，我们以后慢慢的再商量。好。我心里烦死了，他刚才到底跟你说些什么？他说是张妈，刚才有客人来过吗？是谁呀？没有啊，我跟妹妹在聊天呢。少奶奶，你怎么抽起烟来了？我有点胃气疼，听说抽了烟就会好的。张妈，老太太，我刚才叫你半天，你躲到哪儿去了？刚才舅少爷来了，我到厨房弄点心去了。啊，舅少爷？是啊，怎么他一会儿就走了？志勤，他是来找你的吧？他。不是的，是我找他来的。嗯，我知道是你找他来的，是你找他来跟志勤见面的。不，妈，他们俩是无意之中碰到的。就算是他们无意之中碰到的，不过亲戚上门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你鬼鬼祟祟的瞒着我干嘛？哼，难道你那宝贝兄弟真以为我有180条金条想来骗这笔嫁妆吗？前世倒了霉才接你们这门子亲，还想把我女儿给贴上吗？妈，你不要说得太过分了。傻丫头，上了人家的当还不明白吗？妹妹，你要上楼去歇会儿吧。哼。那拿去洗一洗。哦，张妈，以后我们过日子什么都得省着点了，现在肥皂这么贵也得省着点用啊。肥皂少用了，待会儿衣服洗不干净可别又怪我了。哎，我不过叫你省着点啊。哼，我记得这箱肥皂还是上个月买的呢，只剩了2条了，哪有用得这么快的？那么老太太的意思是说我偷的了？指不定是谁偷的，我又没说是你，这会儿除了我还有谁呀？张妈，不许你跟老太太这么说话。老太太冤枉我偷东西可不行啊，我不干了，你走就走得了。哼，这个人真没良心，看我们穷了他就要走了。哼，我不是老早就说不干了吗？要不是少奶奶待我好，每个月贴我点钱呢，我老早就不干了。怎么
少奶奶每个月贴你钱。嗯，张妈别胡说，你出去吧。少奶奶，是真的吗？你每个月贴她多少钱？我难得给她点赏钱，也不是每个月规定多少。好啊，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，我辛辛苦苦给我儿子省点钱，算你阔，拿我儿子的钱给你做好人。他妈的，他敢这么待你啊？说不来就不来了。哦，我这王八算是白做的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吗？无论怎么也得吓唬吓唬他，别当我们是好惹的。可是现在他倒霉了呀，拿不出钱来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拿不出也得拿，反正不能那么容易放过他。哎，他到底欠了你什么钱呢？你叫他下来，我当面跟他谈。他真的不在家呀？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。也好。请坐。你是哪儿来的？我是他太太叫我来的。他太太？他太太就是施咪咪，我就是他大舅子。你说施咪咪？嗯。唐鑫不是早就跟他断了吗？断了，他告诉你断了。哼，有那么容易？我妹妹肚子里已经有喜了。有喜了？嗯，他要不好好的给一笔钱，我就告他诱奸遗弃。钱你们要多少？至少20000000。好吧，我一定去告诉唐倩。不行，钱不到手我绝不走。你不能这样不讲情理呀、啊！你总该知道他公司里出了事情，这两天钱不凑手，一时怎么拿得出来？嗯，那你叫他明天到我妹妹那儿去一次，我当面跟他谈。我告诉他就是了。他明天要是不来，你叫他当心点啊！人走了，你都听见了。哼，你不是说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了吗？哎，我现在是要跟他断了呀。现在你才决定？上回原来都是骗我的。上回他哥哥说他肚子里都已经有了孩子了，这个你总该知道。这完全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呢？前天我还跟他在一块儿的没，他怎么没跟我提起这个话呢？哦，你前天还跟他在一块儿，你这个人，你简直……思珍，你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？他明天叫你去，你预备怎么样对付他？我还是不去。不去也可以呀，你就给他20000000好了。20000000，我怎么拿得出呢？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来对付他。啊，你一个人闯了祸，倒要我来跟你想办法。明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去。你不去，他不会找上门来吗？那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。我？这件事，只有你能够办得好。思珍，只要你能够帮我解决了这个困难，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。好吧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明天去试试。我不知道我最后能不能再帮你这个忙了。嗯，最后？你为什么说最后呢？将来我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多着呢。哼，将来我恐怕也没有机会再帮你的忙了。白人白相步步高，哪个不想赚钞票？虽然你在这菩萨面前磕响头，钞票百万把风刀啊啊啊啊啊啊！
喂。啊，等等啊，咪咪，电话。喂，我是，你是玲玲是吧？咪咪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喂，挺有钱的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哎呀，今天我没空啊。嗯，待会儿小唐要来呢，对了，我得跟他解决一下。好吧，那明天吧。好，明儿见啊。玲玲说有一个新朋友介绍给我呢。对了，你是得转转念头了，老叫我这么跟你过苦日子，我可受不了。你瞧你一天到晚吃现成饭，还要跟我发脾气呢。得了得了，你这股子劲儿留着对付别人去吧，我可没胃口。哦，是你，小唐呢？他不敢到这儿来吗？他怎么？他怕我把他吃了吗？啊，这位就是施小姐。哎哎哎哎，钱带来了没有？我要跟施小姐谈谈呢。施小姐，我老想见见你，可是一直没机会。今天。施小姐，你现在有喜了，我们老太太一直就像有个孙子，你住在外头她不放心，今天她特为叫我来接你回去。我？哼，我到你们家去。是啊。啊，你钱没拿来，你倒想把人给带走啊？我们不会委屈她的。施小姐，志远这次虽然是失败了，我们家一口苦饭总有的吃的。什么？我跟你们去吃苦？哼，我那么贱骨头啊！哎，施小姐，你走吧，我可没那么些精神跟你说闲话。哎，汽车就在楼底下等着呢，你就拿两件随身衣服，我们一块走吧。这叫什么话呢？这。哦，那我来帮你们收拾吧。哎呦，你有那么许多漂亮衣服啊！哎呀，这件大衣可真漂亮。哎，志远就舍不得替我买这么一件大衣，下回我要是吃喜酒，我就借你这件出去出出风头了。这女人嘀哩咕噜嘀哩咕噜，真讨厌。我的东西不是你动。你怎么这样小孩脾气？怪不得志远喜欢你呢，你真是天真烂漫。天真烂漫，我看你才十三点呢。得了，我们走吧。去你的，我凭什么到你们家受罪去？对了，我们家是没有这儿舒服，我看还是我们搬过来吧。你们搬过来？是啊，我们可以把那笔房子顶掉了，开销也可以省一点啊。啊，你们打算合理光临了啊？这儿住得下呀？那老太太就让她在这儿搭一张铺，我们家有个老妈子就让睡在地板上，志远嘛让他睡沙发上，我跟你俩人就睡那个床吧。你现在有了喜，有喜的人晚上得有人照应。有喜有喜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？我哪有什么喜呀？ 啊你没喜？好了好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给我滚吧，我的祖奶奶。是他的哥哥呀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他到底是唐家的人呢？那什么唐家的人呢？他是我的人啊。你的人？哎，他是我的老婆。去你妈！这件事情我总算帮你解决了，从今以后他们大概也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从今以后我们也没有误会了，还是跟从前一样。感情的事没那么简单，我们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。怎么，你还没原谅我吗？
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。那您要我怎么样呢？你不是说我帮你解决了这个困难以后，你什么事情都能答应我？当然了，你说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哦，离婚？啊，离婚？别开玩笑吧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呐？我承认我是失败了。我并不是天生的爱说谎，也是为了好呀。谁知道越是想好越是弄不好。到了今天我实在太疲倦了，从此以后我也不说谎了，从此以后我也不做你的太太了。难道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？我今天先回家去住，明天下午我在杨律师那儿等你，我们办一个协议离婚的手续就完了。嗯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。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，这种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决定的，可是一决定我也不会改变的。好吧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哦，我得把这儿上上下下的钥匙交给你。你还来干嘛？我来求你一件小事。什么事啊？那就是这个逼真，请你把它还给我吧。啊，还给你？哼，我就这么跟你走开了，一个子儿都没要你的。这个逼真并不值钱呢，可是我买的时候是预备送给我太太的，那现在她又预备跟我离婚了。我觉得这个别针是我欠他的，说什么我也得还给他。有肉麻死了，我才没这么许多精神跟你说废话呢。那么我出钱，你卖给我成不成？卖给你？你出我多少钱呢？我只有这么多钱了。怎么，这别针才值这两个钱呢？算了吧。那再多我实在没有了，你先拿着好了。你呀，你留着给要饭的去吧。那这个别针无论如何你得还给我。我不给你把我怎么样呢？你不给？嗯，我抢。怎么，你穷疯了要抢别人家的东西？你怎么可以把我脸抓破呢？这还是便宜了你，没有把你送到警察局去，给滚出去！滚！Thank you.
嘛。哎呀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嫂嫂，你来也没用，我们已经成年了，你不能够干涉。对了，我们已经结过婚了，你就是要干涉也来不及了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是特为赶得来给你们道喜的呀。嫂嫂，你待我们太好了。哎，老唐。咦，姐夫也来了。他也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呀。倒吓了我一跳呢，我还以为是妈叫你来抓我回去的。哪有这样的事，你哥哥一直是对你们同情的。姐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真是时候不早了，我们马上就要上火车了。他们到杭州去度蜜月。那你们快走吧，别误了时候。好吧，那么我们走了。杨律师，谢谢你。姐夫，再见。大姐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怎么，他们是到你这儿还秘密结婚呢？你不知道，你们不是说来道喜的吗？我哎呀，他们忘了东西了。哎，你刚才怎么说是来道喜的？他们结婚我并不反对呀，那像这样私奔我可不赞成。我知道我又说了一次谎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也是为了你。为我？因为你不赞成也没用，突然伤害了你们兄妹的感情。再说今天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，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到这儿来离婚的。啊，你们到这儿来离婚？哎，老杨，一言难尽，我简直是莫名其妙嘛。这都是他的意思。唐太太，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吧。我不怕得罪你，我觉得离婚嘛，总是女人吃亏的。多大的亏我都吃过了，我也不在乎再吃这一次的亏了。杨律师，就请你预备一张离婚的字据吧，我们马上就签字。那么你们是协议离婚，你们两个人都同意了？当然了。不，我不同意。啊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实在不愿意离婚。我看你们俩人啊，还是回去商量好了再来吧。杨律师，用不着商量，我一定要跟他离婚。志远，你怎么了？到了现在你又后悔了？你应该理智点儿，别到律师这儿来闹笑话。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老杨，就照他的意思办吧。杨律师，就请你去预备吧。思珍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只别针，你挺喜欢的。后来我去买，已经没有了。刚才我倒是看见有一个铺子里有一只，那我买了来送给你。我知道，已经太晚了。那可是你还是拿着吧。这样叫我心里好受一点。他那个药回来的？不是，我是在铺子里买的呀。哎，你头上怎么了？我刚才喝醉了酒，没留神碰了一下。胡说，碰了一下会碰成这样的？准是为了这别针，脸上都被他抓破了。别动。杨女士，你
你们这儿有红药水没有？啊，红药水有吗？有。坐下吧。你这个人也真傻，为一个别针把命都拼上了，真让他把眼睛抓瞎了怎么办？哼，这个女人也太狠心了。思珍，嗯，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待我好，以后你可得自己当心自己了。哼，以后我还有什么以后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哎，没了你，我真不想活着。我真恨我自己，我真看不起我自己。别哭了，该签字了。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，我跟你在一起实在是害了你，所以我们还是分开的好。那不，我不离婚了。哎，我一定要跟他离婚。我偏不跟他离婚。思珍，你怎么了？到了现在又后悔了？你应该理智一点。老汤啊，你给你太太赔个罪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不不不，我一定要离婚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再闹了。你们就是要离婚，我也不给你们证明。佳佳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。嘿嘿，咱别到律师这来闹笑话好吧？老唐。像你们这种笑话，我们做律师的人也不知道看过多少了。今天我们应该庆祝一下，我请你们二位去吃饭好不好？哎，不不不，应该我请客。当然应该你请客。我们到香山咖啡馆去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到香山咖啡馆呢？那儿顶贵了。你瞧，他又替你省钱了。你这人派头可真小。思珍，啊，因为我是在香山咖啡馆开始堕落的，现在我要重新做人，也要从那儿起。哎，有什么话到那儿去说吧，咱们应该走了吧。哎，还早了。呀，哎，你的表呢？我的表，我老唐，咱们来干一杯。来来来，时候还早着呢，你忙什么呀？是小姐，你常常看电影吗？我最喜欢看，可是我也最怕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看到苦戏，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来。我这一生真是太不幸了，要是拍成电影，谁看了都会哭的。哦，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世讲一点给我听听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。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。